高人说乐高事，乐高心事谁人知？欢迎回到不亦乐乎会客室。嗨，大家好，我是滴滴，我是 TY。会客室一岁生日快乐！为了庆祝这个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时刻啊，我们也特别准备了小小的赠奖活动，在影片的最后会有详细的活动说明哦。当然也有可爱的逐格动画一起同欢哦，欢迎大家共襄盛举，陪我们来庆祝会客室生日快乐吧！哇，一转眼的时间，会客室成立已经满一年喽。对啊，还记得那个时候制作第一部影片，有许多好气又好笑的事情呢。现在回头看啊，根本就是黑历史，不过也是很重要的回忆呢。为了让影片成为自己更喜欢的模样，有更棒的效果，我们呢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并且增加了一些硬体设备，让影片的光影更加稳定，也让收音更加清楚咯。一开始啊，我们是手持灯光，现在固定的光源和改变录音的方式，拍摄出来的成果真的很不错哎。如果大家再回去看之前的影片，一定也会有这种感觉的。感谢许多朋友给我们宝贵的意见，让我们越拍越有心得。想把故事说好，注重细节的我们，每部影片开始之前都会收集大量的资料。不过呢，也因此让我们发现了更多乐高人偶背后的故事哦。这也是我们啊想和大家分享的乐高人乐高事哦。因为故事和人偶们啊产生了连结还有共鸣，反而自己也被推了好多坑哦，钱钱都变成另外一种自己喜欢的样子了。除了开箱和人偶点评系列，我们发想了人偶明星脸和人偶床边故事的小单元，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人偶的世界哦。我很喜欢明星脸哎，看到明星们用千变万化的样子飙戏，真的超过瘾的。再透过乐高啊，完整还原剧中的样子，虽然有时候可能长得不太一样，甚至有点好笑，不过这也都是收藏的乐趣哦。至于简单的床边故事啊，也很适合睡前看哦，可以帮助你入睡。其实呢，人偶的心路历程啊，有时藏着许多的寓意，像童话一样。甚至呢，还会隐含乐高原创的小故事在里面哦。虽然呢，目前床边故事只有一集，是关于臭臭乐人偶中的悲伤小丑。不过呢，借此可以了解小丑的起源还有过去，真的是蛮有趣的。如果想知道小丑的由来，大家可以点回去看看喽。目前第二集也正在制作当中哦。我们在基础的开箱报告与人偶点评里面，也尝试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哦。第一次出外景和金砖屋合作拍摄整箱的第19代人偶臭臭乐，臭臭乐16只人偶啊，真的是一大挑战哎。不过呢，也是目前最受好评的影片之一哦。有这么棒的回响，真的是超级惊喜的。其他像姜饼屋、婚礼、冰雪奇缘和舞狮也都是我们新尝试的题材哦。另外 DC 臭臭乐则是我们搜寻资料量最庞大的一集，好想知道大家还会想看什么不一样的主题哦。能获得这些素材以及资源来拍摄，我们要感谢许多愿意相信我们的人哦。虽然频道小小的，不过有大家满满的支持，真的超级感动的。谢谢金砖屋和我们的首次合作，让我们能够进店内拍摄美美的陈设，也完成了整箱扛来抽的一个人生梦想。金砖屋生意兴喽。谢谢乐高蝙蝠侠如哥特别出借整套 DC 人偶臭臭乐，他的虾皮卖场乐高蝙蝠侠里面的英雄人偶种类很多样，价格又实惠哦。如哥虾皮卖场生意长虹。哎呀，弟弟你太谄媚了啦。另外啊 ，TY 上次也在金砖屋认识了一位玩家大哥哦，真的是超有趣的缘分。成为乐高好友，分享情报之余呢，大哥也给了我们很多关于频道的建议和帮助。能够认识乐高的同好，大家彼此分享，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常常逛乐高店，说不定可以碰到我们哦。如果你有听到似曾相似的声音，赶快跟我们打声招呼吧，说不定也能拿到我们特制的会客室频道名片哦。我们也要谢谢脸书的乐高社团，让我们的影像创作能有分享的平台。还有我啊，真的是不好意思打扰了。像是乐高爸爸、台湾乐高俱乐部都提供给我们很棒的交流环境，还有很多乐高社团都很不错哦，里面超多卧虎藏龙的高手。如果对于乐高有兴趣却不知从何开始的话，推荐大家加入上面的社团，一定收获跟灵感都满满的哦。最后我们要感谢正在收看影片的你，看到大家都来抢头像报道、参加首播聊天，还有满满文字的留言与心得，真的都让我们觉得好感动哦。每次挑选赠奖留言啊，常常让我们觉得好头痛哦，实在太难选择了。看到许多有创意和想象力的留言啊，反而让自己更有灵感和动力了。用狗狗大便的零件来做巧克力冰淇淋的留言实在是让我太印象深刻了啦！一年的时间累积起17部影片，也许更新速度不算快，不过呢，能和大家一起玩乐高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也谢谢大家的分享与追踪，让我们的影片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哦。现在啊，赶快来告诉大家这次的赠奖活动到底是什么吧！这次呢，我们回到会客室的初心，准备的小礼物是30453惊奇队长 Polly Bag 哦。身为会客室的第一部影片，惊奇队长真的充满象征意义呢。难怪总觉得惊奇队长特别的亲切。这次乐高啊推出这款 Polly Bag， 里面的零件还有道具都是印刷砖哦。惊奇队长的人偶呢，和 SDCC 推出的看起来也是同一款呢。场景呢，还原了电影里面的经典画面，没有贴纸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爱乐高。不过要怎么拿到呢？会客室啊，目前发布的影片总共有四种系列哦，有开箱报告、人偶点评、人偶明星列、人偶床边故事。在3月22号之前呢，想请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个系列。在这个系列里面呢，你想看到什么样的故事内容？我们会挑选我们最喜欢的三则留言，送出会客室的起源惊奇队长 Polly Bag 哦。我最喜
喜欢开箱系列，我想看最近准备要上映的《黑寡妇》电影合组。来来来，惊奇队长，请给我。那个 TY 赶快乖乖去下面留言哦，说不定就有机会抽到你喽。哎，怎么这样啊？会客室一周年，生日快乐！往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多有趣的乐高人与乐高事，请大家继续锁定、按赞、订阅小铃铛，缺一不可哦。那么不亦乐乎会客室，我们千人订阅见喽，拜。